速是有多惊人？一个晚上七次。哇！他说他想是在天桥，在石上。草地上有比较激情吗？我觉得有。你上次不是说在草地哦？这个毛毛的是什么东西？尾巴吗？是晒屁股的。耶，哎，这个很厉害。上一次跟另外一半坏坏是什么时候呢？哎、欸，我想一下、喔，不然问我有点害羞哎、欸。没有，我现在是在讲开场白。哦、oh, 哦、oh, ，你要接下一句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上街去调查一下路人们的坏坏频率，走吧。所以是什么时候？你们有听过就是情侣交往久了会死床？你们有到这个阶段吗？没有。没有到。我回答的好快。过去有过这种阶段过吗？有。那你有过吗？在交往多久？对，只有三年，应该一年多就、一年多，后面两年都是这状态。对，对于你们即将快到他的一年多死床期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没有，现在还是充满热情。对，他就说他很累。真的看到超多女生问这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有查过？没有查过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我觉得男生会讲这样子吗？以下开放大家回答。三次的礼拜。三四个礼拜一次。那如果刚交往，一天可以两次。欸、那你的频率真的差很多哎、欸，难怪你会那么不平衡。会有影响。他会有，他会有。那两个月，两个月是很久。有破我们今天问到的。目前我们是冠军的。好的。是吧？你热恋期的时候大概次数几次？一天哦，那两次。有见面。怎样？你的次数是有多惊人？真的假的？七次哇！真的了，一个晚上，好猛哦！哎、欸，你有那么多次过吗？那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在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？他说他想是在天桥。天桥上的魔术师，管那个水源市场那个。这个不行啊，那个太多人了。不要那么专业好不好？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在哪里？在学校。我操！草地上有比较激情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可以不要？那为什么只有一次？因为他不要太累。到底是多累？不要再暴殄天物了。所以你现在约他去草地，他也不跟你去。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那等一下留 IG， 想要去草地的可以加。约草。可以约草。车上啊。后座还是前座？驾驶座。驾驶座不会顶到方向盘吗？方向盘你把它往上弄啊。因为我进行的那个车子是 T 的魔术大空间，你上 T 的。来看正要当兵的三男是过什么地方？公厕。公厕。是男公厕还是女公厕？船长啊。对啊，谁是男女啊？专业专业。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。懂什么啊？你上次不是说在草地哦、喔？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有问到一个女生说在草地，所以是不是你？没有。累了吗？那有没有尝试过用一些辅助的道具？他有买一个东西，有点像爱的小手那样子，可是他的小手的前端会有一点点电流，有一点刺激的这样子。爱的五连鞭。虾皮打十二箭族啊，十二箭族，九箭族啊，九箭族就有那种一全套的啊。我找到了，千景。什么啊？九箭族。十二箭族是这种的、哦。哎、欸，售完了，售1180。九箭族是这种啦。这个毛毛的是什么东西？尾巴吗？这是晒屁股的、哦。左下角的毛毛的。它前面有一颗东西耶！哎、欸，这个很厉害。对，叫做钢塞。我朋友有玩这个。你确定是朋友吗？接着遇到喜欢玩剧情的姐弟恋情侣。我有，但是他说这样子他更没 feel。然后你是哪星？我是李宁啊，然后我就会故意打他说，哎、欸，学长说的。啊，都是校草。那你喜欢谁？那如果他这样，对，你们会不会演些别的？比如说房东啊。他会设计剧本、啊。我演的太认真的时候，他反而他会校草。那小姐，你们喊你跟我到房间里面来啊、喔！他设计也是这样，好好玩哦、喔。现实中 A 到都这样玩。他是不是有病？没有试过闯红灯。有，我觉得可能女生在那个时期的时候会那个性欲比较旺盛，那个时候就只要卫生，譬如说铺个东西，或者去到浴室里面，对，好像就还 OK。专业闯红灯嘞，专业了。
对吧？没有没有。有爽就有闯，人家跟人家争。所以女生在那过程中会比较舒服，会很想要。你有闯过红灯吗？对，都不会，但是也有差一点快啊，就是拔出来有血。我好像，我原本是先想到，可是要看想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如何反。那我刚刚说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进入的可能不是生殖器，就是我进入他的身体的部分不是生殖，不是生殖，没有，是后半部，是后半部，是错了。是错了，是不是搞错了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就体验过了一些很特别的人生经历？体验过吗？就是你们平常都是怎么给对方暗示？我可能会比较直接跟他说我想要，直接用言语就是就女人过来，不要。做完之后发现你女生的月经晚来了。然后心里面天人交战过，全部都有。爱不带套，怕姨妈迟到。